住你嘞？老伴儿，你放心，我就是走到千里之外，我这颗心也永远拴在你的裤腰带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熏头巴脑的了，耗子扒油丸，你就油嘴滑舌吧。我问问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这个日子老有纪念意义了。今天的日子你猜。你猜我猜不猜？一边打，带碗儿穿大衣，你少给我来这套。过来过来过来。啊，进去进去，坐着。跟你说啊，今天你不许离开这家半步。我不离。在这给我想，今天到底是啥日子？认真想。啊，认真。使劲想。使劲。老实的给我想啊。啊，老实想。我想吗？想啥呀？慢一点多精彩。站住！我说你还想跑啊？没有，我想浇花。我不用浇，老蒜头。我告诉你，必须给我想出来今天是啥日子。如果要想不出来，看见那花架上的仙人球没？看见了。我就老账新账跟你一起算。啊，好好好，老账新账一起算，就是算账，天天算新账老账，他是会计。老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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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吓死我了你！有酒精就干什么？看看我这个包怎么样？包不错呀，把小倩儿的同学从海外代购的，浏阳的，那叫海淘。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包，你看啊。呀，这不对啊！这包我一挎上，我怎么感觉我性别有点变异了？不是那个，你整个大的能装点方便面、矿泉水什么的，给你买的。那你给谁买的？我是给一位奉孕优存的妇女买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岁数不小了。不管办啥事的时候，想点这个，知道吧？什么意思？啥意思？你不就是想把他送给我老伴吗？你想哪儿去了？哎呀妈！你就大伙说的，他老伴算风云犹存呐，那个样的风云。那么我老伴不风云犹存，也算是虎背熊腰，那就对了。什么就对了？那你给谁买的？阿娟。阿娟。阿娟是啥玩意儿啊？什么叫什么玩意儿？什么老黄、啊、黄小娟啊。哎呀我妈，就那模样还娟儿，哇好恶心哦。我乐意，你管不着瞎眼毛。我告诉你，管你这么闹啥呀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你看我和这个娟儿吧哈，俺俩的关系基本上确定下来了啊。我想和他再往前走一步，送他一个爱的礼物，这个包。你就意思黄小娟的后半辈你都承包了呗？这是一个意思，还有几个意思？你看啊，给女同志送个包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为什么呢？能治病啊。拿小包能治什么病啊？一点文化都没有哎呀！报治百病，报治百病，报能治百病。那不对，你给他买的包，你上我们家显摆啥来呀？他是这么回事儿啊，叫孩子带包的时候啊，给人1000块钱，说那个多退少补。带回来说告诉我1500，我先补就补呗，补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没有钱。老三，三三，哥哥，咱俩这么好，你借我500呗。马上就要发生一件更加可乐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也没有钱。你这个人交朋友没有诚意啊。诚意我有，我没钱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包会关系到我后半生的幸福。我真希望你后半生能幸福，但我现在真没钱。你这是比划，我也没钱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包哈，它是有连锁性的。有什么连锁性？你看，
哎，你要借我500块钱，我把包买了，阿娟就和我好了。你要不借我这500块钱，阿娟肯定不和我好，那我就得惦记那家老米去。我有钱。你说什么？我有钱，拿来。现在不能给你。惦记老米，我有卡。在哪儿？哎呀妈！他这也不是先进的。你等我有空，我给你取去，不行吗？我还得惦记老米。哎呀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惦记什么老米？我跟你说，他跟我生气了。生什么气？他说今天嘛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我这日子怎么回事？我给忘了。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他就罚我，让我在这坐着，不让我出去。我要出去，他要逮着，看着没？那仙人球没？回到屋里坐100下。怎么不给你扎漏了？你这脑子什么脑子？今天这个什么日子？今天这个日子不好猜吗？那今天什么日子啊？礼拜一啊！废话。